咱们单独聊聊，叫的谁谁出来。老沙，我跟你说实话，媒体是最重要的一环，谁掉链子你都不能掉链子。小朱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法务是最重要的一环。高志，我跟你说实话。小白，我跟你说实话，咱们这公司能不能撑得住，全靠你。真的假的？你不会跟每个人都这么说吧？怎么可能啊？一个公司啊，必须得需要这五种角色。这位，唐晨，公关界的翘楚。一个再好的公关，再辣手摧花，道德永远是第一要素。真能忽悠！我这人不善于搞这个人际交往。我以前在报社，那都是别人求我的。你能不能让我踏踏实实写我的稿子？做不了，辞职，回家舒服。赶紧把东西签了吧，我媳妇儿就给我半个小时。朱大律师啊，坐下，喝一杯。不可能，工作时间我绝不喝酒。来，哥几个，干，高兴啊！哥们不缺钱，缺的是自由。有些事我帮你摆平，你就踏踏实实干。二位大哥，受小弟一拜。我知道我这个部门要做的就是努力工作，配合大家。要不说还是你最懂事，你比他们仨都强。咱们五个齐了。放出绯闻的江江，他找咱们做危机公关。以你公司目前的实力，你做不到吧？我可以。赶紧把江江给我弄过来。我要吃。李峰律师函，提出严重警告。尽快找到爆料人，从源头消灭潜在风险。专案李翔潜爆出来，我奉陪到底。你有病吧？你干嘛呀？唐晨，追不上我吧？吃我尾气吧你！他骂你。你有病吗？你们几个加起来智商有10吗？跟他斗，咱们得反其道而行之。三儿，受委屈了，爸爸来接你了。